有300多年历史的台南，是台湾公认的小吃之都，也是美食之都。美食不只是纯粹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展现一个城市的长民生活以及它所构筑的饮食文化脉络和时代意涵。人离不开食物，食物也离不开人。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事物，我认为最容易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食物入手。它可以说是土地所生长出来最原汁原味的东西。造访台南的最佳旅游方式，第一步便是丢掉你手上的地图，凭直觉与灵感漫步在幽静窄巷中，跟随在地人脚步造访庙宇，或是品尝街边小吃。台南还有其他城市所难以发现的从容与自在，有他自己的步调与想法。我有个朋友叫 Zack， 他在槟城的卡巴亚餐厅当主厨，而且他还是十大名厨之一。然后他会马来西亚菜、泰国菜、越南菜，还有法国菜。我想，如果他来台南的话，他对美食的体验跟诠释一定会有不一样。马来西亚的薄饼在台湾称之为润饼，配料非常丰富，有虾子、猪肉、香菜、皇帝豆、花生糖粉、高丽菜、蛋皮等等。台南尤其有个特别之处，就是会放皇帝豆，这是其他地方少见的。润饼要准备的配料多样复杂，然而现代人生活忙碌，无法一一准备，因此人们会到摊家买现成的。就跟马来西亚一样，现在一年到头都能吃得到润饼。像这家金德润饼就是已经超过60年的老店，把传统的味道保留下来。日治时代就有记载的 N 层雪霸，店家大都亲自做料跟切料，而不会使用现成的食材，可以尝到老板的手艺，使用了蒸、煮、炸等等的手法，每个部位的处理调诀都不同，如果处理不够仔细，就会有不好的气味，影响到整体的口感。台南有一样必吃的小吃，这个食物跟槟城的是系出同源，那就是 Hokkien 米，槟城虾面。台南蛋仔面与 Hokkien 米有几个相同的地方：第一，同样都是以虾壳熬汤底；第二，都是用黄面淋上一匙蒜泥、乌醋、香菜，添汤汁；第三，面上面一定会放虾。如果少了这三个元素，就不能称之为蛋仔面或是 Hokkien 米了。里面人的心要静而后定，即使人来人往也不能急躁，这要追溯到台南人的性格，不随外界摆动，独有自己的步调，煮蛋仔面也像是一种修行。
庙宇的数量是全台湾第一。来到台南，自然不能错过创立于1854年的台湾首庙天坛，它有100多年的历史。天坛又称为天公庙，主要祭拜玉皇上帝。无论有没有信仰，都成了许多观光客的必要行程。庙内以府城名匾中的一字匾最为有名，是台南的三大名匾之一。这个呢，有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中自有定数的意思。熏米糕的话，摆的方式都是把蟹黄跟蟹壳翻开来给客人看。那我们的螃蟹是跟米糕下去一起蒸，所以它的米糕会有螃蟹的风味，所以它味道会更丰富。那上面也有干贝丝，那里面也是用花菇跟猪肉下去做的，所以它的味道很有层次，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饭店不养鲟，而是挑鲟的功力强，每只鲟都得顺着光源检查，等级不够好就退货。料好实在，使得红鲟米糕深受好评。制作红鲟米糕的过程，必须趁米饭煮好正烫的时候，用双手将配料跟米饭拌匀，无法用其他的器具替代，因此要戴上3层厚的手套才行。红鲟米糕是要选用蟹黄饱满的红鲟，2只生切之后呢，糯米蒸熟，再加入香菇、虾米、肉丝、红葱酥拌匀，再把红鲟放在米饭上面蒸，米糕中的糯米弹牙而深深入味，每口米饭都吃得到配料，鲟肉鲜，蟹黄肥，是台南人婚宴时候不可或缺的宴席菜。安平老街是300多年前荷兰人在安平建立的第一条街道，因此有着台湾第一街之称。今是板刀和金黄的啊，马克，老板的。拥挤热闹是安平老街的常态。街上各式商店林立，老街上还有多条穿梭安平各处的小径旁支，每条小径都有不同的风景。茉莉巷、胭脂巷，走到巷弄里避开人潮，区域内也保留许多古老的建筑，像是清朝时代遗留下来的海山馆，呈现新旧交错的台南风情。珍珠奶茶的珍珠强调咬感，煮珍珠的时间火候都很重要，要不断搅拌，以免底部烧焦。除了口感，
有没有味道，直达珍珠的核心也很重要，颗颗都要带有糖香跟甜味。这里就是安平蜜饯物产馆，试吃许多台南水果制成的蜜饯，在这里可以尝到不同的品种与口味的芒果干，像是糖渍的酸腰沟、青芒果做成的芒果干、果糖粉的芒果干，酸甜口味，很多人都会买来当作送给亲友的礼物。走进永乐亭古茶楼，这座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前身是打铁铺，建筑形式属于三进式的老街屋，老屋现在被赋予了新生命，变成一间茶楼。永乐亭古茶楼是由石鼓文创所进驻，在传统茶楼里以创新的三说一体为概念，将说书与说菜结合打击乐融入表演中，让观众边享受美食边欣赏表演，体验不同的视觉与味觉感受。著名的夜市为大东夜市、武圣夜市、花园夜市，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开始排列，并取夜市名称第一个字来记忆，因此只要记得大大五花大五花，就可以知道哪一天是哪些夜市在营业。花园夜市有400个摊位，是台南规模最大的夜市。花园夜市主要以各式小吃为主，摊家为了吸引目光，会在摊位上方树立广告旗帜，几百摊旗海飘扬，好像是夜市军队。如果你来到台南，或许会发现红色像是台南的代表，赤崁楼的红墙、安平古堡的红塔、大小庙宇的红屋瓦、民宅屋檐上方的红灯笼，还有那沁出古城味道的红砖与墙门，这是对月门，是台南市目前保留的清代古迹中唯一一个还在使用的古城门，也是当年台南府城城墙的一部分。还有一条街道使用珊瑚礁作为建材，那就是信义街。这条街很小，有多小呢？是小到连计程车司机都找不到的路。总之，台南的独特魅力就是要穿街走巷。整条街上最引人注意的店，我想就是竹兴居了吧。屋舍有100多年的历史，如今是一家无菜单的餐厅，门口写着一行字，没预约就不要进来，十足
台南人做生意的率性风格。来介绍朋友给你。我们来拜访竹新居的主厨永博，有他做台菜毛溜鸡、白灼猪肉，由 Zack 主厨做拿手的娘惹菜，还有阿霞饭店吴建豪主厨所做的红鲟米糕。今晚就与嘉宾们一起来品尝台南与马来西亚的晚宴。很不错，是把我们台南的水果运用的淋漓尽致，觉得很棒。娘惹菜加入我们台湾当地的水果蔬菜还有海鲜，在华人的文化里其实有很多很融合的地方。那今天吃到这一道菜，尤其那个罗旺子菜，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也可以让它融入到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其实我们觉得说，在马来西亚跟台湾其实是非常的相似，也都很容易的融洽沟通，就像彩色一样，酸酸甜甜的或者是蛮重的一个口味，都是我们都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黄鱼它的搭配那个有那个笋汁在里面，有甜味然后带点酸味，这样子很好吃，很有口感。台南美食呢是稍微清口味一些，淡口味一些啊，至于槟城美食呢可能比较重口味一些。不过这两者呢，槟城人方面就两种都很容易可以接受。I think my most favorite meal was at Asia's restaurant。啊，我觉得哇，它的味道真的是配得蛮好，哎，对了，我们的身体也是很好。真的，今天很高兴就能够有大马跟台湾的一个在饮食上还有文化的交流。台湾的食材很新鲜，而且就品质也是很好。今天这样的交流，感到十分的开心。在这样一桌的那个台湾菜跟马来西亚菜能够合体，这看起来是一小步，但是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一大步。从品尝食物里头，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另外一个民族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台南街头市井小吃或小贩，真实反映并体现当地人文风土与在地的饮食文化。即使时代巨轮不断向前滚动，这些店家二代甚至是三代的经营者都坚持传承好味道，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创新，继续向前走。身为台南女儿，诚挚地邀请你亲自走一趟台南，走进美食之都，品味台南的好滋味与人情味。